国民党立委蒋万安，他好像传出在年后要宣布参选这件事情。这个副市长，您这边有什么规划吗？那您自己有一些相关的规划吗？罗秘书要蓝白合这部分，你接受吗？会不会害怕自己可能被失去了？各位做事情好吗？不要每天逞口舌之快好吗？谢谢。所以觉得好市长要算口舌之快。来，谢谢。把每天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了，我们也是一样。疫情这么严重，还要分党做这边。对，我们是大家把疫情。好，谢谢了，谢谢。我要去医院。